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光美影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双重恐惧。这次我们来玩医院地图。医院地图的话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地图，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一点，谨慎一点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这次玩的一个版本的话，还是眼睛越来越多，所以说，哎，首先等一等，我们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我去用一下眼睛，看一下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哪里，都在楼下。OK。赶紧的，我们还要看一下配方哦。红色加绿色就是隐身。哎，他们来了吗？果然来了，查理在传送。鬼手，哎，都在我门口！我的天哪，我变聪明了，幸好我没出去。看一眼，哎，一个上去了，一个下去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边来。我等一下要吃一个红色加一个绿色，有隐身之后我们就可以跑。对，红加绿。我们这里是一个红色，门口也是一个红色。什么声音？鬼手吗？哎，躲起来！哎，躲起来！躲起来！两个红色，哎，好尴尬，没有绿色。看一眼，在楼下。哦，在楼下。那么我们去楼上吧，好像有一个要上来了，我们去楼上。好的，那里我看见一个绿色，大头查理不会突然的传送上来吧？啊，我们往右边走，我之前一直都在往左边走，所以说我们这次往右边走，说不定可以改变一下运气，对吧？嘿。哟，有人来了！哎，这里有个隐身，不错不错。不过这个隐身，我们艾米丽写到她爸爸要走了。艾米丽是谁？应该是小女孩吧。好，我们先吃红色，吃完了之后我们再吃绿色。好，1分钟，我们往右边走。太好了。希望这次我不会漏钱袋的。上一次有一次玩的时候，我漏了一个钱袋子，结果跑上来走过这些走廊令我感动。上一次，哎，对，看见没有？这个艾米丽写到了关于这张照片的一些信息。什么照片？太清楚了，这里好像是艾米丽是不是得了脑部的有疾病？哎呀，我浪费了一个药水啊！我想这张照片就是我找到的那张。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任何照片，对不对？红加绿，哎，挺多的。好，他写到他父亲想在家里度过他最后的日子。艾米丽的爸爸做了什么事？哇，这里居然差点漏了一个，我的天哪！小伙伴说妹啊，你经常漏钱袋的。我说，那是因为我总是眼瞎，对吧？好，反正我楼上不得来了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绿色吃一下，红色吃一下。就有一个加速，然后再把这个红色吃一下，再把，哎呦，好昏好昏，再把这个绿色吃一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往楼下跑，而且有一个加速，看见没有？运气真好。好，我们走这边。哎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到这间房子里来？这间房好像是浪费了我的时间。36秒了，都没啥时间。哇呸！这是什么味道？走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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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看见查理传送过去了。好，到这里来。这里面有啊，他写到一个秋千啊！我的天哪，绳子，绳子什么鬼？哦，哦，红色加绿色，完了，我的隐身快没了。可怜的艾米丽，但我需要继续前进。艾米丽，发生了什么？你需要继续前进。红色加绿色，好。哎 ，boost your sprint， 好吧。哦，哎，这不要啊！天哪，好险呐！我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的这个跑步在冷却当中。袋子里面有尸体，看一眼。查理定住了，
查理又定住了，这一次没有黑屏，但是他确实定住了。我们看一眼，哦，真的定住了，我的天哪，难道刚才是我死掉了吗？可能吧，因为我刚才可能在卡的时候，哦，我以为我可以这个叫什么加速，结果加速已经消失了。这边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里居然有个钱袋子，说不定我刚才已经死掉了，现在是我的幽灵体在这里收集钱袋子。我的天哪，我已经死掉了，我已经变成一个鬼了。这里有个红色，有个绿色，我们吃一下红色，这样就安全了。让我过去吃掉，吃掉，吃掉！不要晃，不要晃啊！有罪了。好的 ，OK。啊，我们还差三个钱袋子啊！鬼手，我看见他飘过去了。好的。啊什么？哎呀，他又飘过来了！我天哪！好的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什么情况？这边是什么情况？28个钱袋子，29个，我的天哪！我又差一个钱袋子，过不了关。啊，好痛苦啊！还有一个钱袋子在哪里？我要去哪里找唯一的一个钱袋子？感觉我要去吃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吃一个药水了。只是那个药水应该吃哪一种呢？会不会在这里面？这不会在这里面。啊，时间又到了。我天哪！啊，我又迷路了。我又差一个钱袋子，我们要去找到它。每次总是发生这种事情，在哪里呢？我们去看一下配方，就是显示钱袋子的那个配方。哦，绿色，看一眼，两个绿色，两个红色是钱袋子，这就有点尴尬了啊。大头查理已经被卡住了，这全是绿色怎么办？我去找这两个红色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哦吼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的天哪，居然就在椅子上，妈妈咪啊！好了，我们走了，成功逃生了，耶！拜拜。